这个也不行，妖怪的质量是一年不如一年，还有谁愿意参加我的魔苦兵团？还剩最后一名主人，他管自己叫死光光。<笑>哦，对不起，我不叫死光光，我叫Squid，Squid先生，我将是您的左右手，恶魔先生。你凭什么成为我的左右手呢？ 我有办法抓住那些降妖队员，连我都抓不住他们，你怎么能行？是的，尊敬的。那好吧，你这就给我抓一个来看看，还自称什么左右手啊？但要看看你有什么手腕。可是，尊敬的魔王，你是否能够让我把话说完？ 他不相信我说的话，走着瞧吧。我可不是窝囊废，我一定会让你另眼看待的魔王。等我抓住了降妖战士，看你不上门来求我。好了，还剩下最后一个，快看！哇，这不是老魔童吗？真是太像了。是啊。 快看是谁来了 ，Tracy！ 魔王，你快下来 ，Tracy！ 下来，那只是个影子。嘿嘿，我说你倒是真的魔王来了啊！ 是谁吧？我还当是现在地震了呢。谁在敲门？不敲了？怎么没人呢？在下面呢。我找我的表弟 Beverly， 我的表哥来了。哦，我的表弟，你近来好吗？ 上次你说起我来玩，所以这次我就来了。快请进来。哎，伙计们，我的表哥贝尔嘎德，他是刚从乡下来的。你好，欢迎。你好，想要战士。哦，咖喱，这回可让我看到真人了。以前在乡下只能在电视里看看。哦，魔王来了。<笑><笑>那只是个影子，贝尔嘎德。是吗？真是。 一到这儿就出丑，你们把我吓坏了，我还以为是真的魔王呢。真的也不可怕，我见他活不下100次了，真的吗？哦，咖喱，这边坐，贝尔嘎德。我把这鞋子脱了，可以吗？哦，贝尔嘎德，这儿不行，我带你走走吧，表哥。快打起精神，有电话来了。 爷爷，这是降妖队总部，我累了，除非真有急事，否则请挂断。我是杰克，要帮忙吗？是的，我的名字叫 Billingsley， 住在山顶大厦。我正在为我太太筹备一个舞会，想请降妖战士来做今晚舞会的嘉宾，行吗？哇，当然可以，我们一定来。我太太她准会大吃一惊的。嗯，嘿嘿嘿，看。 究竟谁会大吃一惊？有人想请我们去参加他们的舞会，而且我们还是嘉宾呢。哦，伙计们，我们快去告诉 Beverly。咖喱，那房子比大谷仓还要高，而且要漂亮的多。
人不在乎这些，贝尔嘎德。你说什么？城里人造那么多的漂亮房子都不看？这个，是这样的，我是说，没有谁。贝尔弗利，谁在叫咱们呢？回头再说吧。达利，城里人跑步可真快呀！嘿，等等我。我觉得这顶太花哨了，不好，太俗气。这顶好。喂，你们在干嘛？我们应邀去参加一个盛大的舞会。哦，舞会，哇，太好了，我可以大开眼界了。我忘了穿鞋。等贝尔嘎达穿好鞋，我们就出发吧。我想我还是不去的好。你们自己去吧，我留在这儿。什么？你居然连舞会也不想参加，贝尔弗利，你没事儿吧？我没事儿，只是贝尔嘎达一起去不太好吧？如果你不去的话，那我们就穿降妖服去，怎么样啊，伙计们？好主意。那么还等什么呢？降妖队出发！一场好梦又被你们这帮小子给搅了。对不起，吉比，不过今晚我们去参加舞会。那贝尔弗里呢？他不愿意去。什么？贝尔弗里不去参加舞会？那我可以去他的冰激凌了。我找到鞋子了，今晚我一定要跳到个通宵。他们人呢？哦，他们走了。不带我们去。你不会喜欢那种舞会的。哦，现在我明白了，你是怕我会丢你的脸。不是的。我，你为我感到羞愧。好了，表弟，我知道我不配跟你们在一起，可是这不能怪我。我生来就是个乡下人，我这就回农场去了。但愿我没有让你太丢面子了，表弟。贝尔嘎德，请等一下。喂，你好，是智慧夫人。刚才我在水晶球里看到了降妖战士，快阻止他们，贝尔弗里。那个舞会其实是个陷阱，他们现在很危险。知道了，谢谢。我一定尽力而为。马上出发，贝尔嘎德，小伙子们有危险，不会是个陷阱。我说伙计们，这舞会似乎有点意思啊。你以前进过大厦吗？没有，我也没有。这幢废弃的大厦已经万事俱备了，可表面看上去还不行。我让我想想办法。蔚蓝的大海，深深的海洋，浮的荡荡，浮的的。这下可以了，一切准备就绪了。他们好像来了。哇，好富丽堂皇的大厦。没有车。我们大概来早了。你没搞错地址吧，杰克？这地方令人毛骨悚然。不会错的。我
有种预感这舞会不对劲儿啊。楼上有声音，咱们快走吧。上楼去看看，大家小心了。知道了。是的，遵命。降妖灭杀枪带了吗 ，Tracy？ 问你呢 ，Tracy，Eddie， 你们能来真是我万分荣幸。你是谁？我的朋友们怎么了？我是 Squid， 聪明的、邪恶的 Squid。至于你的朋友，别急，你很快就会看见他们了。进地窖去吧，降妖小子。Tracy， 谢谢伙计，多亏你了。你们没事吧？我很好，很好，没事。我不该答应来参加什么舞会的。啊，什么？没有人接，谢谢你。哦，简直糟透了，找不到翡翠了。杰西卡又出去采访了。哦。不要灰心丧气，表弟，还有我呢。我刚才那样对你，你真的一点也不介意吗？谁让我们是兄弟？可是他们并不是你的朋友，你为什么要帮助他们呢？因为那是你的朋友。可是好了，得抓紧时间，赶快行动去救你的朋友，让那些坏家伙尝尝蝙蝠侠的厉害。哦，对，赶快行动。可我不知道他们在哪儿。实心的，实心的，实心的。嘿，这边好像是空的，看能不能推倒这堵墙，帮我一把。还是我来吧。嘿，是条隧道，干得好 ，Tracy。谢谢。这洞开的的确不错，可有个问题。什么问题？这洞会向 Squid 泄露我们的行踪的。这样更糟。这下行了，我们就沿着隧道走吧。这没有用，现在我们怎么办？嘿，天气台里的那玩意儿也许会有用。天气台？哦，你说是天文台？对呀，我怎么没有想到？望远镜，也许望远镜会找到他们。大概是这个按钮吧，还有这个。谁允许你们这样做的？谁在说话？是我。看来你是新来的。好了，斯盖瑞克，我们真的有急事。有急事？难道要去月球不成？你们改天再来吧，今天我已经下班了。当然，我们不该让你下班加点。抱歉打扰了你，斯盖瑞克先生。可是贝尔维利他经常对我说，你是世界上最最聪明的。最聪明的？你真的这么认为？那还要问吗？重要的是，简单的说，降妖战士遇上了麻烦，可是我们又不知道他们在哪儿，得尽快找到他们。你干嘛不早说呢？快打开扫描仪，左边第三个键。现在我把定位器调到零。那不是杰比吗？降妖队员一定在大厦里，你们快看。你找到了？那当然了。哇嘞，谢谢你 Skellig 先生，见到您我非常高兴。再见，可爱的小家伙，我喜欢你的朋友 Ben Foley， 他的品味很独特。
魔王会愿意跟我通话的，告诉他我有一条非常重要的消息。真的吗，四光光先生？接下来你该说你抓住了降妖队员了。我真的抓住了，你怎么知道的？滚滚真是太可笑了，死光光他敢嘲笑我，小东西。怎么进去啊？还是先敲门吧。好。谁在敲门啊？难道这地方也闹鬼？快快快快钻进去，要是让他发现了，准会把我们炸成肉酱的。啊哦，我真不该吃那么多。哦，这是个地窖，这下糟了，出不去了。哦，快表弟炸！只有一个办法能向魔王证明我抓住了。哦不，他们逃跑了。发现什么吗？好像有人上这边来了，准备好降妖灭杀枪 Tracy。 是，遵命。杰克，艾比，是我们。啊，一场虚惊，那是 Bearfly 还有 Bear Garden， 你们怎么也来了？艾比先生，现在关键是如何才能从这儿出去。我们是来告诉你们这是一个陷阱，可惜晚了。嘿， Bear Garden 找到机关了。他们就在附近，非抓住他们不可。我一定要向魔王证明一下我的聪明才智。啊，他们在那儿下楼去了。啊，他们进了那间屋子。有电筒吗，艾迪先生？喂，谁允许你闯进来？滚出去！对不起，打扰您了，尊敬的魔王。对呀，魔王怎么可能会在这儿呢？我上当了。好啊，你们别得意，我可不是那么好骗的。啊，你没打着？打不打着没关系，请你看着那个球，快打 Tracy。别急着打，艾迪，你究竟为什么要抓我们呢？为了向魔王证明我的能力，好让他接纳我。我尽了最大努力，因为这事对我很重要。能有什么比生命更重要呢？你活着是为你自己，而不是为了别人。对，尤其不是为了魔王。你们说得很对，不过我还想问两个问题，可以吗？你问吧。第一，你们是用什么方法来复制魔王的？用艾迪的手和我表哥比尔嘎德的声音。再试一次，表哥。现在你应该明白了吧？第二个问题呢？你们会用降妖灭杀枪打我吗？这次的事是你的错，做错了事就该受到惩罚。通过这次教训，希望你能改邪归正。我明白了，艾迪。等到下一次，我一定要加入降妖队。好了，伙计们，还有一件事儿要我们去做呢。哦不，是什么事儿，杰克先生？邀请所有的朋友来为贝尔嘎德开一个真正的城市舞会。舞会！大伙儿想到一块儿去了。降妖队出发！出发！嗨，今天的故事将由贝尔弗里来讲。因为贝尔嘎德穿得土里土气，说话笨嘴笨舌，
我就觉得带他去参加舞会会没面子，你们大人管这叫偏见，我觉得应该叫愚蠢，千万不要重蹈我的覆辙。评判人的标准不是外表，而是他的一言一行。还有，评判书的标准是内容而不是封皮。